对，沈腾现在也朝着女神方向去发展了。哦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对，没办法，拽不回来了，真的。关键是，而且我们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你们俩为什么那么合？我觉得很奇怪。我觉得你跟黄渤老师还算是一路的，跟沈大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我们俩越长越像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上一次我去那个脱口秀大会的时候，我也讲到这个事情，就是因为跟沈腾越来越像了。后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拉开距离，就是我就拼命的这个长胖那样子啊。然后后来结果当天晚上就参加一个发布会，发现沈腾已经追上来了，然后沈腾，然后又看到过两天又看到那张照片，沈腾已经超越了，你追我赶，你追我赶的那样的意思。而且还有人，你知道吗？把我们两个人的那个头发，就是用，就是电脑软件换过来以后，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。陶虹姐都认不出来。对，还有那个我去上次他们录那个节目的时候，他拿一个不是那个九宫格，拿一个27格的这个，全部是我和沈腾做同样的动作，然后就把我们脸一换，我自己真的找不到了。嗯，对对对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离他远点吧，好不好？好，说到都不是妈妈，沈腾也不是演你妈，然后袁泉老师也不是演妈妈的。对对对对。那演妈妈的演员，现在